数据你也拿到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没错没错，是人机之行的监测数据。这下机甲的调试又会有一大步的推动了。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。算你还守信用。白小峰，没想到真的能在这里遇见你。你什么时候和怪博士这种人打起了交道？只要能帮助我查清楚爸爸的真相，我不在乎对方是谁。这就是你常年混迹于地下赛车和黑市的理由吗？小峰，永泰，你是什么时候跟来的？在你们从穿梭地一出来，我就开车跟在你们后面。小峰，你怎么当哥哥的又要长篇大论了？因为你是身处正道的天才车手，还是因为这是当哥哥的职责？省省吧，一直以来你就知道玩着自己天才车手过家家的游戏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你真的该关心的事情？小峰，我不能看着你这么自甘堕落。自甘堕落？我这些年四处搜寻线索已经有了眉目，你呢？你不过每天只是嘻嘻哈哈开着赛车，享受着别人称呼你为天才。你住口，白小峰，妈妈和爸爸才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你敢打我？还记得爸爸说了什么吗？兄弟间如果有了分歧，要通过赛车来解决。以前的我总是输给你，因为你是天才啊。可是现在的我再也不一样了，你敢不敢再和我比一局？如果你输了，就去玩你的过家家，别再管我。好，如你所愿，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这种热闹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而且你们不也正需要一个裁判吗？怪博士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一个奉献科学的科学家能有什么企图啊？你刚刚到底和他交换了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些数据分析的资料，我用阿尔法的一些内部资料换原极之星的监测数据，我可是良心卖家。不过刚才那小子有点意思，是个不错的监测对象。你是说白小峰？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开车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奇怪的感觉？等等你就会发现了。比赛快开始了，让我们好好当个观众吧。你以前可从来没有赢过我。现在的我和以前可不一样了，让你看看我这些年的成长。这是 Q-Speed 的能量。哼，